are my own hell. I won't let you out my sight, 'cause then I would have a lie. Gonna drop me down. Words for you are nothing but a sound. Don't you see? You don't fool anyone. You lied to me. It's buried. 冷，所以我突然很想要吃粥。我的粥已经差不多好了，那我现在来弄我剩下的配菜。虽然看起来卖相不是100分，可是这个是我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阿公家，然后早上就一定会吃这个组合，有粥，然后酱油蛋，然后炒青菜，然后青菜都要有一点点焦焦的，还有一些这种台湾的青粥小菜的配菜。那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辣笋，还有这个是脆瓜，通常我还会加肉松，但是我在超市找不到，所以今天就先 pass。 然后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台湾的粥是长这样子，跟香港的粥很不一样。其实粥在台湾也有分很多种，那我们家是习惯吃这种比较稠稠黏黏的粥，但是其他地方像是台南的咸粥，它的饭就比较软烂，但是它比较是汤汤水水的粥。香港的粥就是那种熬到看不到米粒的感觉。各位，你知道我现在往窗外看看到什么吗？我对面的邻居呢，在他的阳台面对外面的玻璃上贴了一个红色的姜饼人，好恐怖。我刚刚已经化好妆，然后我现在要来简单 settle 一下我的头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发色呢？那我的长度大概剪了这么多吧。今天呢，我打算要去一个我想要去很久的地方，就是南风沙场。我的认知好像是会有很多小香港本土的小店啊，可能手工艺啊，卖衣服啊，咖啡店啊什么的，所以我在猜可能是像台湾华山艺文中心的概念。我之前有在 IG 上面问大家说有没有推荐的香港景点，就很适合一个人去走走的，那蛮多人都有说南风沙场的，所以我今天就是
想要去逛一逛。You're my caffeine in the morning, got me feeling like I'm on top of the world. 我现在头发也弄好了。那最后一步就是香水。那今天呢，其实想要坐下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香水品牌，叫做 Lemoid。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香水跟香氛产品的人，因为我觉得 fragrance 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就跟音乐一样，你在不同的时间听不同的音乐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香氛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了解 Lemoid 这个品牌背后的含义，其实也会觉得蛮温暖的。那 Lemoid 在法文里面代表是一半的意思，希望可以提醒大家，不管什么事情它都一定有好跟坏。所以就算是2020这么悲伤的一年，也希望提醒大家，除了看到不好的东西，也要看到好的地方。那在疫情的这一年，相信一定有很多人生活上面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生活压力会比较大，包含我也会有那种觉得很迷失的时候，但还是希望可以透过香氛帮大家减轻一点压力，除了给自己之外，也给身边的人多一点正面的能量。我很相信 vibe 这东西会传染的，所以如果你一直散发很负面的情绪的话，很负面的事情就会继续黏着你。 Lemoid 所有的香水都是在台湾制造的，Made in Taiwan。 这个礼盒打开呢，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味道，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可以客制化，可以印上你姓名的一个扩香石，所以你可以喷一点香水上去，它就把香气扩散在你的房间里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是 vegan 跟 cruelty free，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家的香水都有设计成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又会香香的这个功能。那他们的设计是我很喜欢的简约风格，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瓶身有这个磨砂的设计，其实也是象征着说，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迷失啊，看不清楚的事情。那上面这一块透明的，就代表生活中也会有很多顺心的事情。那他们也特地设计说，让透明的地方比磨砂的地方还要多，就是也想表达说，生活中好的事情总是会比不好的事情多一点点，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很乐观的心态这样子。首先第一个是 After Bath。After Bath 的味道就真的是有点你洗澡出来那种很清新然后很干净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洗完烘完衣服之后会有那种很温暖很清香的感觉。下一个呢是 A Little Walk， 那我想应该大部分的女生都会蛮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它是夹带了花香跟果香跟木调一个非常平衡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三款里面最适合日常使用的一款。最后一个呢，其实是我自己私心最喜欢的，叫做Calm Birch。 我以前其实比较喜欢花香啊跟果香的这种 combo， 但是我最近忽然之间很喜欢木头给人家带来那种很稳重然后很沉稳的感觉。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比较木质调的香水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入门版，就是真的很好驾驭，不管是男生女生闻起来都会是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香水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如果有机会我应该也会想要去上课多了解一下。那现在情人节他们有在做80%的优惠，然后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码可以再有额外的85%，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在准备情人节礼物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啦。我最近也遇到一些事情，是因为一些突发状况，所以计划被打乱。例如说我本来打算1月底要回家，但是因为政策的改变然后疫情反反复复，所以导致我现在可能回家的日期又要再延期。这些东西其实因为也不在我们的掌控内，所以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焦虑吧，然后很沮丧。但换个角度想，它可能也不完全的是坏事，那我要做的就是想一想怎么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呢。Alarm blows my ears. I see you slip.
creeping on the person clear sun every time. Everything seems to go wrong. You know your voice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今天去南风沙场逛了一圈，真的是蛮像台湾华山艺文中心的感觉。其实也有买了一些东西，然后想说再在这边开箱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是在一家，其实我也忘记它的名字，它里面有很多特色的设计师文具品牌这样。那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Moderna Stationery， 这个系列是一个芬兰的艺术家。这个设计师的系列里面有像笔啦、纸胶带啦、笔记本，然后 pouch 啊、护照套，反正就是很多。他现在除了做 20% off 之外，还买三送一。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想到了我两个就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就一次买了四个东西。OK，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买了之后没有带回来。首先呢，我买了一本这个笔记本，大家记得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提过一个 Muji 的笔记本，就是我用了三年的那个嘛，旧的那一本用完之后，我现在其实是先用我2021年的年历在挡着。今天看到这一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你了。这本是我 Muji 的升级版，它的外壳是皮的，然后这边写 My Offline Moments。然后另外呢，我买了三个 pouch， 其中一个是要给我自己的，所以我先打开来。这个是一个皮的 pouch， 那后面写着 I am too tired to talk, but let's hug。另外我多买了一个一样的，还有这个呢是稍微大一点，然后它有一个这样子圈圈，你可以就是勾在手上这样子。哥现在在北京的朋友，但是我知道因为他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要跑来跑去，所以我想要送他一个这个，在旅行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呢我是要送给我台湾最好的朋友，因为他现在是舞蹈老师嘛，所以常常可能就是要赶课啊或什么的，想说他赶课中间可以拿这个，就是可以勾在手上就快速的行动这样子。对，另外呢，我去了那个 Momo 很推荐的 Coco Coffee Roaster， 之前 Momo 有送过我一包这个咖啡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喝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因为真的很香很香，所以我刚刚也顺便带了一包 House Blend 回来，这样子一包是100块，可是我想我应该至少可以喝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所以你如果这样换算下来，真的是自己做咖啡是划算很多啦。最后呢，我刚刚也是去了一间文青的选品店吧，因为我准备要寄这个给我朋友嘛，所以我也买了两张卡片，到时候会一起寄出去。然后呢，我买了一个这个小吊饰，然后上面是用刺绣的方式写让喜欢变成生活。首先呢，我打从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有点太 overpriced 了，这个东西要88块港币。对，但是我对于这种文创的小东西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啊。I no longer be myself. Will I ever see the sun? But I no longer hold the gun. I have nowhere down to hide. Let me enter to your world. Baby, open me your arms. I am always on the run. I am always on the run. Cry, baby, cry. Call me when the moonlight shines.
everything I've done. Forgive me everything I've done. Suffered enough to complain. I hope you'll never feel the same. But I no longer feel the pain whenever you call my name. Does it mean that I'm insane? Baby, open me your heart.用这本今天新买的笔记本，然后因为我看书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我有很多书可能很久以前买但是都还没有看完，所以等一下呢想要再多读几页再去睡觉。那大家新一年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什么好事或是遇到什么坏事呢？但无论如何都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找到让自己面对压力的方式，不要有什么烦恼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但是也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埋在心里。今天是一个久违我自己心里很放松的周末，那希望大家看今天的 vlog 也觉得很放松。最后呢再次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让喜欢变成生活。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Till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 stage.